华雅娱乐再次选出了素人女主角，张小姐是想要告华雅娱乐吗？我希望你们可以找她合作。你参加这次的海选动机是什么？她这样根本不相信我的为人，她怎么帮我打官司？总之，他们设下陷阱，挖洞给她跳。真相就是你行为不检。抗议！我必须在这请求审判长尽快宣判，还给我当事人一个清白。11月28号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王牌辩护人》。